将相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改弑君王。12岁那年啊，他非说让我练刀，把我关进了那杀猪场，关了我整整一宿，我怎么哭怎么嚎他都不带开门的，那叫一漆黑，那叫一血腥啊。那你胆练出来了？没有，从此以后我就晕血了。原来你晕血是这么来的。14岁那年啊，他非逼着我换女装，逢人就说我是他媳妇，我遭到了万人的嘲笑，从那以后都没有女孩敢跟我说话了。这不是还有我吗？啊，你啊，我的意思是做兄弟的顶你。16岁那年啊，商队经过金陵，我本来想和他们一起去西域，从此逃离玉玲珑的魔掌。那你咋没去呢？这小丫头片一路杀进了商队，直接威胁人家，害得人家活生生的把我撂那儿走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啊，从此以后只要有人知道我是玉玲珑的未婚夫，都离我远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让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，你还有没有尊严？哎哎哎，女人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。你看不起女人是吗？我什么我？你你什么你？你瞎激动什么？你跟人家太平很熟吗？不熟。不熟你就回来好好坐着，好好听着。哦，太平，我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，你喜欢玉玲珑吗？我净想着怎么躲他的事儿了，根本就没想过喜不喜欢他。你要是喜欢一个人，你就应该包容他，你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改变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你们就应该尽早断了，不要给彼此造成伤害。啊，你说话一套一套的，你怎么懂这么多呢？我是一个纯爷们儿，这个答案你满意吧？我也是爷们儿，我也挺纯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闭嘴！你们俩别就你们俩是不是纯爷们儿的事在讨论了，你们就先帮我想想解决办法吧。要我说，36计跑为上了。逃婚？能行吗？那怎么不行呢？你逃个一年半载的，玉玲珑找不着你，没准这婚约就黄了，你说呢？跑呗，跑得远远的，最好谁都找不着你才好。还是等东哥回来再商量商量。哎呀，你这玉玲珑对付不了，跑路都不敢跑，还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？算是吧。呀，到底是不是？
是。大声点，听不见。是。敢不敢逃婚？逃。够爷们儿！我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过分了啊！来，你才来了几天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让你从这儿出去，你信不信？分开？为什么？王栋，你要做掌门继承人，必须离开我。是不是我爹找过你了？红颜，你最了解我，掌门之位我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。很多事情都是天注定的，你还能把百老汇的规矩给改了呀？百老汇的规矩凭什么管得了我？不行，我找我爹去。你别去，王栋，我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，而你不一样，你放得下对你寄予厚望的家人吗？你注定是个英雄豪杰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女情长，让你明珠蒙尘，被天下人耻笑。红颜，咱俩的事儿就这样吧。少主，走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今天不出去断案，我们就是出去玩玩，你们不用跟着我们。嗯。啊，放心，他俩有我就行了，你们回去吧啊。什么叫有你就行了？嗯。张老可说的，于小姐要来，就怕林少主逃婚跑路，我们俩必须得跟着。你们不用把话说的这么直白吧？哎，张老说的嘛，又对你们直接一点。简单一点，你徒教，把你那棍子先收起来，免得嘛被少主耍得花花肠子。我们嘛要保护你们呢。二位少主，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们这个百老汇不靠谱啊，从哪招了金师这么个二愣子？这个人可是撒爹的大护法。百老汇四大护法没一个靠谱的，都是我爹找的，是我爹。那咱们现在走吧。也不是没有机会，他们跟他们的，咱们随机应变呗。走。我去送外卖了啊，你看我店。哎。在门口盯着他们，我上里边去黏糊他们。姐妹仨出来了，从富贵山庄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还带着燕琪，跟那个林太平，此刻都在麦记饭庄呢。这么快就取得了百老汇信任啊！哼，不愧是金牌杀手。少主英明啊！少主，这真是个机会啊！咱要不要现在给他拉一案？哎，你现在就去一趟麦记饭庄，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无论他想干什么，你都要全力配合，给他提供帮助。明白了。二位少主，有什么吩咐？金狮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二位少主坐这儿吃饭，你也坐下来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嗯。二位少主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不用管我，你当我不存在。你跟个墩布似的杵在那儿。你有什么？你这发型不像墩布吗？看着就让人恶心，能吃得下去吗？
这边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算干什么的？怎么跟人说话的呢？燕青少主，这他是你先膈应我的。你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是我的错，给我道歉。我屁！可是他算老几呀？他呀？他是我大哥，你说他算老几啊？平安镇何振宇，赶紧给他道歉。对，对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啊。行了，这儿没你事儿，我出去吧。大长老说了，让我们属下对二位少主寸步不离。两位少主在这儿吃饭，你一个下人坐在这儿合适吗？属下只是奉命行事啊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死板？即便是三位长老，也不能让自己孩子没点隐私权吗？有道理。郭大哥怎么命令你就怎么听啊。应该。你看什么看？我在看一条看门狗。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。我再看一条看门狗。你知道为什么拿根棍子吗？你是要饭用的道具吧？因为我最擅长的就是敲门棍。这个拿棍子的好像跟他们关系很友好。一会儿金狮子一离开，咱们就走啊。哦，先去吃点东西。吃不下。吃点儿，一会儿跑路要精力的。敲。我去，我去呀！哎，敲敲敲！这小肯定是想跟我玩丢狐狸山。哎，二位少主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出去！你给我消失！你在我面前消失，在这个饭馆消失，消失！马上消失！哎，后院墙。
印子，这活没法干了。燕少主要封杀我，解决他的吗？那你也不能打人呐。那你说这个结局，说咋个解决法啊？你可以把这，好像给他一板砖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哎呀，还是的。那这种事也不能麻烦你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掌柜。哎，非常时期，咱就别分你我了。咱们都是为了少主，明白没？哦，对对对。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放心，没事儿跑不了。哥舅，还有，别担心，这个事儿我给你办的稳妥的。你的计划不耽误，该干啥干啥。行，走呗，你要把这处理一下好吧？打把手来。哎，你说坂田摩总监，要不要到里面去看呀？放心吧，不用看，跑不了啊。这个时候只有再搬一次郭大陆，才不会被活剥皮这个猪脑袋误伤。
真是天赐良机，郭大陆不在，这个时候进去出其不意，20万两银子就到手了。你不是挺嚣张吗？挺嘚瑟吗？啊！我让你狂狂狂！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三长老面子，我弄死你！看来我还是再变回青年，少挨点打。孙子，你一定要冷静。说啥？叫我孙子还敢？我让你糊弄我吗？你是猪吗？你瞅着，你瞅着呢。不想你糊弄我，愁死我了。你不挺慌的吗？不让你慌，让你慌，不让你慌，不是，让你慌。装山头鬼的我，啊，再往上，装麻袋里头，一天到晚装山头鬼的你啊！
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脑袋瓜子不疼啊？你等我敲你闷棍，你有本事进来敲。幸亏他不知道是我指使的，看来这小子不知道是我干的。怎么样啊？我已经尽力了啊，这家伙太抗打了。啊，说什么？没事没事，要不先吃点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吃东西？不怎么办啊？看来智取不行，就只能强攻了。怎么强攻啊？冲出去！站！好巧呀，林先生，听说你要逃婚呢。你小犊犊净跟我扯犊犊，背着我你还想滚犊犊？这月零花钱没了啊？为啥呀？快完不赔呀！回家。少主，这人装神弄鬼，几次扰乱前面打虾的计划，我把人给弄来了。三番五次坏了这好事，我都不耐烦了。您没听前面大侠说吗？这市面上老有那个会两遍三遍的人冒充的，我估计这都是他货。别废话，自己过去看。少主啊，这真是装神弄鬼那个事儿，你都是打死我，我也不敢跟你撒这个谎啊！你去看看。我冤不冤啊我。少主，我给你请个大夫呗。啥意思？我看你不是眼瞎，你都是脑袋瓜子进水了。你骂我滚！哎呀，骂
打你！你快站！我早都不想干了，我跟你我是倒了八辈子邪门呀！敢这么说话，活扒皮！我活扒皮！扒皮！我你都把我皮扒了吧！我今天就扒了你的皮！你扒，我就等着你，你来不活了，弄死我吧！你就。这都上床了，怎么也不脱衣服呀？冬儿啊，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了，以免伤了身子。爹为嘛说你就是百老汇的大掌门？你看，三人之中，唯有你最为出色，文武双全。将来必成大业，所以你的妻子也必须是名门望族、大家闺秀，你俩珠联璧合，让百老汇在你的手中发扬光大。哼，是，少年人贪恋风流，等你以后就会明白，红颜一世，唯有权势如烈酒，欲酒。迷香，明白。好，那你歇息吧。我全明白，但是我不赞同。小姐呀、啊，
咱俩都挺感真了，你以后不要太任性，不要太野蛮。少废话，我现在啊唯心只想见到我的白马王子，我的太平哥哥，毕竟我都好久没欺负他了，我还有点想他呢。林公子跟你是有婚约的。我一路上跟你说让你温柔，要温柔。我临行前于掌门一直交代让我提醒你，你咋又忘了？秀秀，嗯，你现在是伺候我还是伺候我妈？我之前是伺候的你妈于掌门嘛，我现在是伺候的小姐你。你伺候我你就得听我的，你要再废话你回去伺候我妈去。温柔温柔，姑奶奶我压根我就不认识那俩字儿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娘，哟，这是哪里来的小美人啊？看着黄面生的，不是本地的吧？他们是来送死的吗？小金，你一会儿下手轻一点啊。美人，给个面，跟大爷我换个地方喝杯茶。不信不信，俺俩都不去。好呀，小美人，来呀，来来来来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以毒攻毒，试试。小林啊，哎呀，一个人喝完酒多没意思，我陪你喝。玉玲珑来了！我错了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姑奶奶，你出来吧，没来。郭大陆，你干嘛吓唬我呀？你开个玩笑嘛，下下酒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在我面前，你再也不许提那女人。他们哥不许提。哎呦，你这次就没躲到下边去，这就是进步。对，别说，还真是哎，喝点酒还真管用。现在，我们要升级训练的难度了。怎么升级啊？我给你拿张画像去啊！稍等。玉玲珑，想想那当年把你关在杀猪场里的时候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他逼着你穿女装的时候，你一条一条，一款一款，你好好想想。若是这样你都骂不出来，你就是活该受欺负。玉玲珑。你平时飞扬跋扈，你见着我就骂，见着我就打，你老使你那霹雳掌，你劈的我都不是人样了。行，差不多得了。我告诉你，根本就打不着我。你说你打我奶奶都打不着，你跳着打，你说你有什么劲啊？说富龙，你没人要，你比
别看你现在跳得欢，秋后你就得拉清单。你看，你看你那样，大夏天你还穿斗篷，你得出多少汗？你就不怕长痱子啊你？你再看我，我撕了你！你蔡斌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别管我，卖鱼龙龙的无忌。二货还学会易容术了，真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哟。呵，叶小青儿不错呀，啊，这一身行头置办的挺好啊，是吧？这小脸也可以啊，年轻十五岁。呵，李公子，咱们家小姐呀，你干啥呢？你们家可能，你别骗我，你们家小姐飞扬跋扈，见我就打，还用那玲珑霹雳掌天天劈我屁股，我能认不出来她？你们家小姐1米64.5，平时我看她，我要不往下看，我根本就看不见她，因为她都在我膝盖下面。林太平，信不信我收拾你啊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林太平还得拿脚踹。你打我呀？用这儿呢，往这儿打，小拳拳打我膝盖，来。玉玲珑果然名不虚传啊！